这个地方讲到的成最正觉，在相上佛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任何一法当中没有生欢喜心，也没有生讨厌的心，这里我们要记住，佛的心永远是平等的，是清净的，没有一丝毫的染污啊。所谓的是染净清净的，染是对什么呢？对十法界，净是对一真法界。那个情呢，就是念头啊，对六道、对十法界、对一真法界，我们常讲啊，不起心，不动念啊，染净情断了，断得干干净净啊。这个时候自信啊，在圆满的现前。我们要学啊，在哪里学呢？你喜欢的人，你喜欢的事，喜欢的物，那个喜欢的心呢要淡要如法，要懂得这个事实的真相。这个境界相现前的时候可以喜欢呢、有个笑容啊，喜欢的样子啊，实际上心里呢干干净净，心里头真有啊，那你就被染着了，就被污染了啊。要像什么佛在经上常说叫我们用心如镜，镜子，我们天天照，早晨起来照镜子，晚上睡觉之前洗个脸也要照照镜子。啊，佛教我们，我们用心要像镜子一样。啊，你看我们对着镜子，我们笑他也笑，我们哭他也哭。啊，我们笑哭被污染了，镜子一点不污染。那不淡的时候，你不照的时候，你走了镜子空空的，不落痕迹啊。正在照的时候也不落痕迹。这就对了。有体有用啊，不是有体没用啊，有体有用。佛菩萨示现在我们人间，跟我们过的是一样的生活啊，也有情也有义啊，他是在表演啊，他不是真的，真的他一念没生啊，真的他一句没说，一念不生，一句没说，那是真的。所以佛所有一切言说都是随众生心而说，不是随自己。前面我们在一生生里头讲过，随自意，随他意，随自意不生不灭，随他意随类化身，随机说法。由此可知，一真庄严，他
他受用完全是随他意变现出来的。用大圆镜智，准阿赖耶为大圆镜智，大圆镜智是自信圆满本具的般若智慧。智如诸法，自心圆满智慧入一切法，一切诸佛如来圆满大智，入不入我们心？入啊，不入我们怎么会开悟啊？入我们的心，我们今天为什么没智慧？是我们的心有污染，有障碍，它虽如不起作用啊，不是不如如了啊，好像无线电波一样啊，电波确确实实入了你那个收音机啊，你的收音机有故障啊，这个电波虽然入了，你怎么样过它也不响，你不能说电波没入啊，机器有了故障。我们今天呢就仿佛是这个样子，我们的六根有故障啊，不是佛智不入啊，啊，这个用俗话来说，不是佛不加持啊，不是佛不保佑啊，啊，是我们本身这个基建有故障不灵了，啊，得不到佛力加持。如果我们要懂得修清净心，把所有一切妄想分别执着放下吧，妄想分别执着就是障碍的根本，我们要把这些障碍的根本拔除，这个障碍叫业障，从根本拔除，诸佛如来智遍虚空法界，我们当然就感受到了。所以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无一法不是悟处啊，这就是前面我们所说的维摩居士讲的道场，哪一法不是道场？六根接触之处，通通是道场。啊，直心是道场，身心是道场，菩提心是道场。你们听了不觉得奇怪？对呀，不错啊，成道啊。我如果再跟你讲，虚妄是道场，贪爱是道场，愚痴是道场，嗔恚是道场，你听怎么样呢？你摇头了，越听越迷惑了，也能叫人开悟啊？啊，那个开悟在佛法叫逆增上缘。佛种种示现呢，跟我们做增上缘的。我这个话说的有根据啊，不是我随便胡造谣言呐、啊！我们幕后，你看这个善财童子五十三参，
参访圣热婆罗门，圣热婆罗门浴池啊，甘露火王成会啊，变形修的外道啊，逆增上缘啊，告诉你这个佛法事法了，你只要得意呀、啊，没有一样不是佛法，哪一法不是佛法呢？啊，得意通通是佛法了。如果是摄意呢，大方广都不是佛法。啊，你听了佛法之后，还是迷惑颠倒啊，还是邪知邪见呢？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这个原因呢，就在用心不同。啊，如果你用清净平等心，事出世间一切法都是佛法。你的心要不清净不平等，佛法都变成邪知邪见。关键就在此地啊。我们看到许多人佛法是修得不错啊，在佛事的时候提婆大多，你不能说他不懂佛法，他样样都通啊，有智慧有福报啊。天天跟在释迦牟尼佛的周围啊，世尊讲经说法他都懂的，懂了之后啊，完全错用了。啊，这个错用啊，全都变成造罪业了。什么原因呢？他心不平，心不清净。所以把无上的佛法都变成世间法。这个道理要懂啊。所以大乘佛法为什么一定要建立在菩提心的基础上？如来果地上的十种身为什么要用菩提身摆在第一位？啊，以菩提身为根本，其余的九个身都是从菩提身生的。菩提心的心体就是执心、身心、大悲心。三心都是清净平等，没有丝毫污染了。啊，无量寿经经体好啊，清楚明了给我们显示出来，清净平等觉，清净平等觉就是真正的菩提心。一切法以清净平等觉，就没有一法不是佛法。啊，如果离开了清净平等觉，所有一切法都不是佛法。佛在《华严经》上讲啊，妄摄菩提心啊，你要是把菩提心忘掉了，丢掉了，所修一切善都叫魔业，
这句话说的意思很深很深啊！《楞严经》上里面所谓的“因地不正，故造于曲”，这就是因地不正。因地就是清净平等觉，你的心与清净平等觉不相应，因地不正。你的修学就很难成就。佛的因真啊，果报殊胜啊，智周法界，周遍法界，自在教化。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没有限量，随意现身，现世界，现国土，现的这些四相也是圆满十方。不但是在因地，果地上都不例外。诸佛菩萨跟众生的同时同一个处所，互相参入啊，要用我们中国古人讲的话，和光同尘，跟我们一般凡夫大众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聚会在一起，种种聚会的场所啊，菩萨在这些境界里面修什么呢？无量法门离不开定慧，定慧是总持法门啊。菩萨跟一切众生，九法界众生啊，给这些众生都要相处在一起，把自己无世界的那个分别妄想执着的习气磨尽了，这叫修行。你要离开这些大众，你到哪里去？你要断贪，你不在境界里面，你怎么知道你那个贪已经断掉了？这个贪范围广得不得了啊！喜欢的，你想得到是贪；不喜欢的，你想把它撵走也是贪呐。境界都是这一个心呢，所以在这个顺境里面，
心清净平等，不起心不动念，这个贪心断掉了。逆境里面也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个贪的境界没有了。每一法里面都有顺利两个境界，现在所讲的相对的世界，你看最近科学家在探索啊，物质有物质，一定有个反物质，他就找反物质去。像尖端的科学家呢，在找反物质。因为从相对的讲嘛，有这一边一定有那一边嘛。有这个物质的世界，一定有个非物质的世界。所以任何一法了，都有两边了。佛教给我们，两边不住啊，中道不存呐。要在这上用功夫。什么样的境缘都可以接触，在这个修定修慧，定慧顿持是真用功啊。那么这个是高级的修行方法，不是凡夫。凡夫要学这个方法了，怕的是学得不像啊，反而堕落了，反而造无量无边的罪业，落在阿鼻地狱永劫不能翻身了，那就大错特错了。所以佛对我们初学的人呢，我们是凡夫啊，佛知道我们没有这个智慧，也没有这个定功啊，给我们制定了许许多多的戒条，这个可以做，那个不能做。那华严经里什么不能做？离四无碍，四四无碍。那你有一样不能做的，岂不有障碍了？那怎么能入无障碍的法界呢？这是法身大师，他们写，他们在什么场合当中，都是修定修慧。他们的功夫从来没有间断的。佛对于沙弥、比丘、这个出家四众啊，这个里面戒条里头有一条很重要的啊，这歌舞戏剧是决定不可以观听的啊，去看戏啊，听个唱歌不许可的。佛为什么治这条戒呢？你常常去听唱歌，常常去看戏，你的心呢都被他转了，你的心怎么会清净？你怎么会定得下来？所以对于初学的人决定要禁止。可是佛给大乘菩萨讲经说法，你看那个天女载歌载舞啊，释迦牟尼佛一面讲经，他就在旁边表演了。
啊，诸位如果到中国大陆去旅游，看看敦煌里面的壁画，啊，你看佛讲经说法，啊，空中有天女奏乐散花，啊，歌舞，啊，表示庆祝啊。佛也没有拒绝他吧？啊，那么当时与会的大众欣不欣赏呢？啊，也在同时欣赏啊，不碍事啊。他们在这个境界里面修定学会，境界先前，不起心不动念，是定啊。不分别不执着是慧呀，这样清清楚楚了了分明是慧，但是这个心地清净如如不动是定啊，所以他在这个里面是修定修慧啊，不是我们呐，我们现在连看电视啊，你看到。我常常看到有些看电视的人啊，一会哈哈大笑，一会愁眉苦脸，我在旁边看到感触很深啊。那什么呢？心随相转，哎，你看那些人的变现象，就把他这个心呢在那里跳动起伏不定啊，那个像是什么？那个像是魔啊，魔的棒在那挥舞啊，你的心就跟他跳舞，就跳起来了。你永远落在魔掌里头啊，你还能逃得出去啊？所以佛菩萨也在那里看戏，也在那里看电视，不一样。他在那里修定修慧，他在那里观看啊，那个相清清楚楚的，相是妄相，空是真空啊，看的是那个电视的。荧光幕的空的啊，那是真的啊，相是幻象啊，相有生灭，那个荧光幕不生不灭，他在那里是修行啊，那怎么会一样呢？啊，所以真有功夫的人呢，哎，唱歌跳舞看电视没有妨碍啊，事事无碍啊。没有功夫的人一到那里去看他笑你也笑，他哭你也哭，你就完了。所以我们懂得佛法的教学有初级的，有中级的，有高级的，不一样。那我们自己修学，我们自己把佛法介绍给大众，也要懂得这个原则啊，一定要知道善巧方便啊！啊，度富贵人很难啊，这经常常讲，富贵学道难啊，他有这些富贵的习气啊，你要度他，开头。一定要随顺他的习气，你不随顺他的习气，你决定不能帮助他入佛门。贫穷也学到难了，贫穷人自卑感很重。啊，你要怎么样去鼓励他，让他逐渐逐渐明白诸法是平等的，没有高下了。那慢慢的唤起他自尊自重自爱之心，他才能入佛门呐。法没有定法，要有智慧，没有真实智慧，戒严大众非常非常困难。啊，纵有善心，有的时候把事情做坏了。
这种情形也是比比皆是，我们看的很多。那么这个经上讲，报身满三千大千之刹，这个要注意。这一句话是比喻，这一句话的含义，尽虚空，遍法界，一切诸佛刹土啊，佛显相，毗卢遮那佛的相好光明，都是不可思议啊。不是像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间实现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尤其是我们应当要学习，智入三世，悉皆平等。三世是过去、现在、未来，三世里面就包括十方。这个意思就说明，一定要以真实智慧随顺众生，菩萨这样的修学才能够提升自己的定慧，九法界他都随顺，才能够利益一切众生。无量寿经上说，会于真实之力，他才做得到啊！我们要不肯随顺，你怎么能做到？我初到台中亲近李炳老的时候，因为在这个之前，我跟灿云法师住山，住茅棚，我在山上住了五个半月，下山的时候亲近李老师，跟他学教。灿云法师在台湾这个持戒经营，我们茅棚里面每一个人都是吃我的，过中啊决定不食啊，过中之后喝一点果汁，已经把那个斋就破掉了，只可以喝水啊，果汁什么会沉淀的，凡是能沉淀的你这个斋都破掉了啊。所以我那个时候啊，这个斋戒很严呐。那么李炳南老居士，他老人家日中一食，几十年了，可是过了午，人家请他吃饭，他吃不吃？照吃。但在应酬的时候，那吃饭过了十二点钟了。实际上，日中一食啊，最好是在十一点半以前。每一天日中的时间都不一样啊，所以真正要是。这个持午，我们用什么日历呢？用天文日历，知道每一天这个中午的时间是几点几分几秒，也挺麻烦的，
我那个时候确实我用天文日历，我在没有学佛的时候就参加天文学会，年轻的时候对这个很有兴趣，所以天文台年年就寄日历给我。李老师有一次就告诉我，他说你这个样子啊，学讲经不行哎。我说怎么呢？他说忏云法师那是小乘啊，你度不了众生呐。特别是有一些初发心的人。对于你很恭敬的，想请你吃饭供养你，向你讨教，你要说是你吃午晚上不吃，中午过午也不吃，人家不懂你这套啊，说你什么，你这个出家人架子太大了，傲慢，我们供养你瞧不起，反而引起对方退心毁谤，造种种罪业。他为什么造了罪业？你给他这个语言呢？所以李老师的视线呢，大乘菩萨的做法，自己戒律精严，入众一切随缘，他给我们讲戒条，条条戒都有开戒吃饭，那是开戒，不是犯戒。我们才恍然大悟，以前虽然听说开戒吃饭，不晓得怎么个做法，这才晓得这做法。决定令一切众生得利益，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这个是对的呀，绝不是死在这个戒条里头，我戒律很好，很精严，我自己得度众生苦，我不管，不管他了，那像地藏菩萨，别人不愿意入地狱，地藏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只要一切众生得度，我破戒下地狱，甘心情愿啊，这才叫大慈大悲啊！所以要懂得这个戒律的有开源，你要不懂得开戒吃饭，不懂得在生活上灵活运用，那你这个戒律就没法子吃了。所以李老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然后我再学他了，我懂得他的意思才不那么拘谨可是他饮食起居他很注重卫生他有一些应酬常常带我一道去我坐在他旁边有一次吃饭豆腐变味道了，馊了。他碰碰我的肩膀，叫我不要吃。这个卫生很重要，你要吃东西不小心生病了，还要人来照顾你，你不就要找麻烦吗？不要给人家添麻烦，自己病苦无所谓，找别人的麻烦，要别人伺候你，那就错了。念念呢，实在讲呢，他为自己想，为别人着想，不要找别人麻烦，那么最好自己不要生病嘛，就不找人麻烦了嘛。
所以这是真善知识，真实教诲。我们要善得其意，有一年我有一个同乡，也是老朋友，他是个军人，在中日战争的时候，他是跟戴笠，是戴玉农的部下，我们一般人讲搞特工的，对日本人作战的。做这个情报工作，被日本人发现了，被这个日本宪兵队发现。那这种工作人员要是被抓去的，不但是死，那死得很难过，他不叫你好死啊，用种种方法来折磨你死，这他们都非常清楚。他们同时三个人被这个日本宪兵队来这个追捕他们，他就逃到一个寺庙，求这个老和尚帮助他。寺庙里面呢正在念佛，这个老和尚呢很慈悲，他说好，你们把衣服脱下来，马上穿上这个出家人衣服，跟到里面去念佛去。那个日本宪兵队追到这个地方来，怎么找也找不到，算了，回去了。老和尚救了他们三个人的命啊！这个就是，南京中华门外的雨花台那边那个寺庙，寺庙名字我记不得了。所以抗战胜利之后，他们对这个老和尚救命之恩呢，念念不忘啊，非常感激老和尚那一次救命呢。要没有这个老和尚，说那他们决定被日本宪兵队抓去了。所以回到南京之后啊，感激老和尚，办了一桌上好的酒席，请老和尚来应供。把老和尚请来了，这请来之后我豁然发现，这老和尚吃素的呀，这宴桌了都是鸡鱼鸭肉，这得搞得非常尴尬。哪里晓得这个老和尚真正叫他佩服，一生都忘记不了。老和尚就没关系，坐下来，他就照样就吃，他们都呆了。这是老和尚真实智慧呀，戒引这一批众生，大无畏呀，不执着这个相啊，照吃啊。所以这个是属于开源，不是破戒，这属于开源，令所有的人生欢喜心，因为他知道他不是开玩笑的，不是做的。发之于真诚，他们疏忽忘记了出家人吃素，可以原谅的。老和尚没有跟他计较啊，终身感念，谈到佛法，佛法伟大，和尚有智慧高明，那开源呢？像这些地方我们要懂得要学习那如果说你要是想吃肉，自己不好意思，你们就请我一桌嘛，那你就犯戒了，你就破戒了你就罪过就无量无边了所以这个地方确实
差之毫厘呀，谬之千里呀。啊，然后才知道这个佛法在生活当中原本是活活泼泼的。啊，经上常讲啊，得大自在嘛，啊，得大圆满嘛。所以我们在讲习当中体会到这点意思，常常勉励大家，我们要做社会大众的榜样，做社会大众的典型。佛法没有定法，佛没有一定的身相，佛也没有定法可说。你一定要懂得原理原则，佛是应机说法。所以我们要观察现在这个社会，现在这个众生，他有什么毛病，我们怎么做法呢？反其道而行之，就是给他启示。啊，现在这个社会众生财看得很重，我们把财舍掉。啊，名看得很重，我们把名舍掉，利看得很重，我们把利舍掉，这也就是自在教化了。啊，你们一定要财啊，要名要利，好像这个过得财光彩。啊，在社会上啊，才有地位，才受到人尊重。那我这个一表演，我什么都没有。财也没有，名也没有，位也没有，什么都没有，我过得也自在嘛，也不比你差嘛。说实在话，比他自在的太多了，让他看到这个样子，听到这个说法，他能够体会，能够觉悟啊，能够回头啊，佛法效果就收到了。啊，所以这个智能随俗非常非常重要。啊，总而言之，这说明如来身业、语业、智业。在如来果地上叫智，在我们凡夫叫义。啊，我们凡夫这个三业叫身与义。啊，在如来果地上啊叫身与智。啊，三业一直信德。所以作用就自在了。十方世界是说大的，啊，我们讲今天现在这个世界，种种不同的国家地区，不同的社会，不同的种族，不同的信仰，不同的生活方式，啊，不同的习性，我们要懂啊，如何能够像佛一样自在调顺一切众生。令一切众生呢欢喜接受，这是第一个条件。众生跟你相接触，对你印象不好，不欢喜你，你有再好的佛法，你都没有办法传给他。
所以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佛这一句开示，我们要常常记在心里。啊，如何在一切众生面前能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这个不是做作啊，不是去研究众生的心理。现在我也为了讨人家欢喜，研究心理学啊，怎么样来专门对付人，都不怀好意啊！啊，搞工商界的，这些工商界的这些企业家们。都天天在研究心理学啊，研究这些群众心理学，目的何在呢？怎么样把你口袋里钱呢搞我口袋里来？最后的目的在此地啊。啊，讨人欢喜，最后叫人上当啊，目的在此。佛法不是如此，佛法呢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以真诚心，真诚到基础啊，以大慈悲心，真诚心去关怀众生，爱护众生，帮助众生。这当中没有任何需求，不求回报啊！纵然这些众生刚刚接触，啊，对你怀疑，哎，你对我这么好，究竟有什么目的？啊，还得提防几分。时间久了，他就明白了。啊，自自然然对你欢喜尊重，肯接受你的教诲啊，真诚慈悲呀，这种感人是永恒不变的。啊，世间法里头，啊，用种种手段、种种技巧欺骗一切众生。到众生上了当之后，他觉悟了。啊，当只会上一次两次啊，不会上很多次啊。啊，所以吃了亏，学了经验。啊，这吃亏学乖呀。这是世间法，啊，佛法绝不用任何手段，啊，绝不用任何的这个方式，啊，他用的是真诚、清净、慈悲，发心，决定是利益一切众生。绝不会伤害一切众生，绝不会损耗一切众生，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佛在一切经论当中无数次的叮咛嘱咐，这种教学法就是常识熏修啊，让我们有深刻的印象。念
念念不忘。在生活当中，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佛的教诲，佛的开导，能提得起来，不会忘记。当起心动念的时候，觉悟就快了。古人所讲的不怕念起，只怕觉迟，这个觉想到佛的教诲啊，想到自己曾经发愿，我要依教奉行，念头啊，妄想念头啊，立刻就转过来了。念佛的人就是用一句佛号啊，这个妄想财生啊，立刻就警觉到啊，一句阿弥陀佛把这个妄念转过来，念正，语就正，行就正，啊，一切皆正，身心正，我们依报环境当然正，啊，这是我们在这个经上啊，应当要知道学习的。好，今天时间到了。